雨下不停，土石流冲入家门，厨房被泥水淹没，物品东倒西歪。到这边，这么干啊？对，好，拿掉雨水啊，到了家里。厨房一度淹水近一公尺高，泥水灌进客厅，泥流像瀑布一样流不停。现在人爱先撤离了，好不？彰化下了整夜的大雨，清晨五点多，土石流冲入这两户紧邻山坡地的民宅。下了整晚，所以那个水的量很多，这个泥垢里面饱了，水就饱满了，然后那个土石流就爆开了。张姓民众的家同样浸泡在泥水里，住家满是烂泥巴。这里流进来了，哪有这里啊？现在还在流啊。高龄93岁的爸爸长期卧床睡在客厅。刚刚来送去就对了。你们来的前3分钟丢的很走。哦，刚刚本来是睡这里就对了。对。预防性送医检查，幸好没有人员受伤，家园无法居住，有的准备投靠亲友，有的接受社会局安置。彰化市公所允诺尽快会勘，协助家园重建。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继续关心台。